婚六年，如果就管得很紧的话，那他最后不就是疯掉？结婚已经六年了，六年了，你结婚六年了吗？六年了，六年很久，六年了。六年了，是六年没错。你六年了，哎，那明年就满七年了。七年了，天哪，七年了，十年，太多了，是吧？没有，因为我的哲学就是故意装作不在乎，然后老公就会想说没有那个婚姻仿佛就是不存在的感觉，是若有似无。因为男人的个性就是你越说你不准去，他就想说，去的时候反而有一种爽的感觉。有吗？他被他太太限制一个月只能去一次啊？一定会的。一定会。所以那次去，如果他怕胖不能吃甜的，他偶尔吃到，你说他爽，好高兴啊！所以你说我的哲学是不是我是不是做得很对？可是他跟要，我觉得婚姻跟所以你说放纵他去，他反而就不在乎。我就想说，哎，老娘就放纵了两年，他最后就不想去，就没想到就一直去。不行，你放了两年，他就回不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傻乎乎的。